林尼 PV 更新后，吊带黑丝的小男孩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，先是要把角色举高向下，后是大量不明生物开始无差别攻击，上到游戏角色，下到游戏玩家无一幸免。又什么黑丝烧鸭，什么米哈游妹仔，太恶心受不了，巴拉巴拉，看得我就很魔幻。人老米在游戏进入前都说了，当身体的某些部位感到不适或疼痛，请立即终止游戏。结果呢，在游戏让你这么折磨，这么难受，非但不离不弃，还每天强忍你去看这些会让自己恶心难受的东西。某些部位应该是包括脑子，但很明显一部分人他是没有，不然怎么喜欢没事找罪受。若终止游戏后症状没有减退，请立即就医。能顶着病痛的残缺还坚守在提瓦特第一线，我操，这么一比较，原来这帮人才是真爱粉啊！从一开始的双整改演说力，再到如今的林尼黑丝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不喜欢某个角色或某段剧情，在我看来都是合情合理。但是那些想自身兴趣爱好强加他人，还非要拉一群人站队的，我只能劝你赶紧挖坑把自己埋了吧。正义。